我对冲绳的印象是就跟日本其他城市一样，非常的干净 ，it's very clean， but it's very hot， 哎呀，今天还蛮热的，哎，但是冲绳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城市，哎，我非常喜欢 Okinawa， 哎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。Okay.